先看一下吧。大家晚上好。我们每周一次的戏曲沙龙现在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上场的是南飞燕老师，湖南花鼓戏。好，我题目报的对吗？是叫湖南花鼓戏吗？好，下边呢就是欢迎南飞燕老师。好吧，稍微等一下哈，我还得看看，找一下那个，我得找一下，我也搞一点伴唱哈。收了风箱，呼呀呼的响，呼了嗓的呼啊晚，女婿来不哭，满了怎么念？操作要留意了，担心那手烧伤，双手烧伤那不要紧，怕只怕嘞，怕么子呢？姐夫和妈妈俩难呀难。莫怕山，心结那莫怕谈，赶走我的丈母娘，盖着那个旧思乡，风箱那个响，火炉烧得旺，我把风箱拿，我把锅来补，那呀那呀补呀补，那呀不呀不，伴奏我的丈母娘，来我的童子妹耶，叫人我的妈妈娘，来我的童子姑耶。收了风箱，呼啊呼的响，那好烧的呼啊啊，女婿来不过，满了怎么念？操作要留意了，担心那手烧伤，双手烧伤不要紧，怕只怕嘞，怕么子呢？姐夫和妈妈俩难呀难。怕妈莫怕山，心绝莫怕他，搬走我的丈母娘，带着那个旧思乡，风箱那个响，火炉烧得旺，我把风箱拿，我把锅来补，那呀那呀不呀不，那呀那呀不呀不，叫人我的丈母娘，带我的童子妹耶，安住我的妈妈娘，叫声我的童子哥哎。好了，唱完了补歌。好好好，正好正好。我不懂得转呢。挺难的。啊，非常好听。我们看看下边是下边咱们有谁还。好，下面是高霞老师演唱杜鹃山选段《普天下受苦人》。红尘。
老师唱的是吧？真的是唱的太棒了，是不是专业的？唱的那么好啊，
啊，吕岩老师来了，但他的歌曲和戏曲唱的都挺好的，高霞老师。我听得到我声音吗？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听得见哈。吕岩老师接着讲。老师最近这是一直这一段身体不太好，中了招了，在病中，所以说今天本来是要休息的，但是因为戏曲沙龙这是我们中心开办以来这第一次吧，因为那边京剧魁北克两边我都得是参加，所以说只能说是抽空过来参加一下。那么我这会儿抽着空吧，因为这几天一直是感冒咳嗽，嗓子不太好，听都已经咳哑了，为大家献上一段我们河南乐调吧，一小段河南乐调《火焚绣楼》中小姐的一段唱，耳听的门栓响连声，好吧，为我们戏曲沙龙添个彩，祝个兴，谢谢。
看见李岩老师就高兴，那么喜庆，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谢谢，希望谢谢谢谢谢谢。唱唱歌就很高兴啊，高兴了就好啊。好了，你大家接着唱。好，大家接着唱，哎，愿意唱的让他们唱。大陆。现在我们将要播放的是马街书会里边的节目《方言评书感书会》。表演者王建霞。话说宝丰城西五里地有个黄庄村，村上有个小伙子，20来岁年纪，是个独生子，名叫刘二喜。这个刘二喜啊，从小惯的模样长大，气坏爹娘，养成个赖习惯，好吃懒做，养了一身肥肉，针锥都扎不透。常言说，马也挑一把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这个刘二喜啊，一结婚都不知道带他爹娘亲。小两口成天弄得好的，关住门吃吃，开开门饿饿，自恐把他娘看见了。就这样，他爹他娘还一个劲儿的宠他。咱大家都知道，宝丰是曲艺之乡，马街书会历史悠久，驰名中外。这个刘二喜嘞，从小就爱听说书，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他是从来都没毛过。单说这一年这一天，又到正月13马街书会，刘二喜老早都起床了。咋了？因为大家都知道马街书会老是大，不敢去的晚，去的晚了进不去，人老多。那刘二喜后半夜都起来了呀，刚刚来到那院里，惊动他娘了。老婆听见了，二喜，二喜呀，那天还不明嘞，我你是起恁早弄啥嘞？弄啥了？赶回去的。咦，孩子，你赶回来，给娘烧点东西中不中？烧啥嘞？说吧。哎，孩子呀，娘今年70多，头发白的像乱麻窝，那头上那腮都滚成的嘞，几次都转成锤。你到到会上楼，碰见那卖魔术卖鼻子的，跟娘买上2把，叫娘喝喝刮刮搂搂。卖魔术的啊，你见那大些结实些，那一把娘都能10多年。刘二喜一听，见那眼一瞪，你瞅瞅你啰嗦的，没有魔术可没有魔术了，还得要那大些结实些的，那财源店的石头耙子可大可结实，奔你头上搂去吧。老婆一听不说话了，咋了？没啥说了。老头打着枪了，二喜，这一大早你跟你娘高一枪低一枪的吵啥嘞？吵肉的吃去吧。哎，孩子呀，你娘老了，病跟他一样，不美不美把抱着听着混账话。孩子，你不跟你娘买喽，你个爹烧回来的东西中不中？刘二喜一听，心中暗想，
嗯，你不想比他多挣我头老猪贵，不给他买的，给你买的，买啥嘞？孩子，你到到那会上了，碰见那卖鱼鳞帽喽，给爹买上一顶。咱也不说要那小洋伞，那不是老贵吗？你买鱼鳞帽喽，捡那大些、结实些，那一顶爹都能戴多年。刘二喜一听，算是闹情。哎呀，纯这盒货！你说你买鱼鳞帽的，给你买个鱼鳞帽可妥了，还得大些、结实些的。那土坑那杀猪锅可大可结实，扣你头上戴去吧。老头一听也不说话了。刘二喜一转身，来到他老婆子跟前。哎，哎，我该回去了，想吃点啥了，我给你捎回来的。小家人一听，哎呀，这一只呀，俺也不想吃那辣的，也不想吃那酸的，光想吃点甜的。刘二喜一听，乖乖，碰了。我听那老年人都说过，想吃辣的生小子，想吃酸的生闺女，他想吃甜，这到底想生啥东西的这？哎，管他的，先买回来再说。刘二喜转身上马街赶回去了，来到那马街会上一看，哼，哟。今年这马街会比去年还热闹，会大。你看吧，南来的、北往的、东闯的、西挡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咕噜咕噜买穗的，那是要啥一个有啥一个。那真是有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胖的、瘦的、高的、低的、丑的、俊的、瘸的、拐的、黑的、白的，是要啥一个有啥一个。那真是人挨人帮挨帮。小媳妇紧靠大姑娘，小孩们底下乱嚷嚷，那人多的你就别提了。刘二喜这一扭脸，哎，看见旁边有个门面生意，上边写着孝义馆。这刘二喜一想，孝义馆啥意思这？哎，掌柜的。谁呀？我进来吧。掌柜的，你这门上写着孝义馆，这啥意思？连这都不知道？跟你说吧，孝都是孝顺，义都是义气，要合在一起讲，就是谁孝顺，我将义气卖给他东西。我这果子店的果子分着三等，上三等是又软又香，灌汤卷灌了一口汤。这谁要是给他奶奶往家买，我便宜5毛钱一包。这二等果子是又软又香，不过蒸汤先烧下来。这谁要是给他爹娘往家买，我1块钱一包。这三等果子是红薯面做的木掌汤，这谁要是给他老婆子往家买，我1块5一包。刘二喜一听，也还，嗯，都想着做生意一辈子不会发财，你有这东西越好，他卖的越便宜，东西越烂。他卖的越贵，嗯，哎呀，弟儿啊，我能叫我的人吃亏，不叫我的钱吃亏，都他个龟孙。掌柜的，你知道我给谁往家买嘞？你给谁往家买嘞？我给那老祖奶奶往家买的。耶，
这谁家还有真大我孝子贤孙？好，刘儿媳掏着一块钱，买着两包上等果子，点着回家了。刚刚来到这半路里，咋一看，哎，碰见他爹快往骆驼拿粪车给那拾粪呢。刘儿媳想，这我不能走过去。俺爹要碰见我买着果子，他要说叫我吃点咋办呢？干脆我藏起来，等他走过去了我再回家。刘儿媳想把主意定，拐弯出来，旁边有个深沟，他出来那沟里头趴着不动了。这老头正给他拾粪呢，咋一看，心想俺儿媳赶回回来了，手里掂的咯溜疙瘩的。哦，这弄不好是拐那沟里接手去了，我给这等他一会儿。他把那骆驼往那一放，粪车一搁，腰里旱烟袋掏出来了，打着火里引着了火。捉老头给他等的，谁知他这一等两不等，刘儿媳存不住气了，跟那沟里趴着。心想，俺爹是诚心想吃我这果子的，越不走了呀，咋办呢？干脆，我扒个壳给他埋着，喝了汤了我再来找。刘儿媳想把主意定，蹭蹭蹭，扒个壳，把那两包果子往里头一埋，顺手薅个薅子棍儿，噔，扎上了，弄啥嘞？走集合嘞，喝了汤来了好找。刘儿媳买把果子起来回家了，他爹跟那外边一看，咦，心想这俺儿媳真是丢蛋老母鸡啊！哎，姑丈来接我手，东西忘来了，就这，我还得给他捡回去了。捉老头过来了，来到那沟根一看，咦，俺儿媳呀，成天咒着叫俺老俩死的，通摸底儿的埋真大我坟，看着真吓人。孩子乖，还给我查我刘坟了，我得看看是埋的个老婆，是埋的我。这老头下去扒了，他这一扒扒两扒扒，扒出来一看，咦，还是两副零了。揭开一看，是两包好果子。这老头十半天分也急了，揭开，反正嘴里牙也不中啊，捏药嘴里甜，咕嚷咕嚷咕咚个咽呢，捏药嘴里甜，咕嚷咕嚷咕咚个咽呢。不大一会儿，两包果子吃了一包，剩下一包吃不下去了。心想，人家真正的年轻人，人一结婚都这待人老婆亲，都学会爱情了。我这一辈子也没学会爱情，今儿啊，我也学学那年轻人，让老婆烧我包吧。他叫那不得人手巾一掏，掏出来往那地下一铺，果子往里头一倒，一帮不得人一装，就是走了一响，不中，不能走。我要走了，俺儿媳拐过来找他的东西的，一看谁给他吃了，他非娘的打的脚上一泡子，那我是他爹嘞，我老吃亏呀、啊。要看见镇着的不孝顺的孩子，干脆我也叫你尝尝我这果子店的果子吧。
捉老头就能粪骆头点过来了。一看你，你别说，我这锅子点的锅子还老全换的呀，有长的、短的、硬的、软的、尖的、圆的、方的、扁的。他家那人是马是驴是狗是，往那锅子盒里一装，找一个又给他卖的耗子棍扎上，捉老头走了。单说那刘二喜喝了汤找他的东西的，慌慌张张一把颠住回家了。那小家人老早都等不上了呀，一看二喜回来了，二喜买的啥锅，赶紧给我吃的。包空间，咱爹咱娘都还没睡呢，点屋里上那二房吃去，去吧。小家人接住上二房去了。二喜，快些，给那灯给我拉住。不敢拉，成员都不敢拉。咱爹咱娘都还没睡呢，你一拉着灯，他不都知道了？摸黑吃吧，骗不到嘴。那填不到嘴的填的，哎呀，说差了，填不到鼻子的，填嘴的，吃去吧，吃去吧，不用我教。那小家人可听话，摸着解开往那箱盖上一放，给捏给捏，噔，捏住一个的驴屎，往那嘴里一填。二喜，你这是买的啥东西？这得真咋啦嘞？哎呀，我自个说不叫你笑话，你要笑话，你要笑话，你自恐怕他听不见喽。啥啥啥，头等果子，你不知道，那镇上那孝顺人不多了，他那果子积压时间长卖不出去，长毛衣了，发霉了，尖软的，软的糖多。小家人又。给你给你等捏住一个的人屎，这人屎是才变出来的，可软，打手一捏，二喜，这才叫粘呢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的话多实，你可吃了叫粘叫粘叫粘，那不是糖多流出来了，快吃。小家人拿住往那嘴里填，我是那八辈祖奶奶，你说在谁家老子吃的？你看见了，别姓侯了。我自个说不叫笑话，你要笑话，要笑话，啥事？那明明是我买的头等果子。咦，你兔子孩子，你兔子孩子，你瞅瞅这是呀是呀，你给给你吃你吃。刘二喜接过来那一句是，你瞅瞅你那死样子，哎呀，叫我尝尝。耶，这就叫不孝之子无义郎，娶了媳妇忘爹娘，劝君莫学无义子，不然定落此下场。好，我们下面，好，我们下面继续播放马街书会的节目《河南坠子见爹爹》，应该念见爹爹。
两口日子过得怪和谐。这一天，小家人开口就把那个二郎叫，开言来叫了一声俺那当家的，为其明天我要回娘家，你叫为其我穿啥衣，穿啥衣，穿啥衣，你到那东西两院借借去，借来了衣裳你就去。那要是借不来呢？借不来呀，待在家里。我看见三嫂直不灵，走上前去我飘飘拜呀，叫了声三嫂我拜拜你。哟，二妹来了，快请坐吧。你情意不难，俺家园为啥哩？俺来不为别的事，俺来找三嫂借东西。你借米，你借面呐？那你借油盐和吃的？你借骡子，你借马，你借俺的个那么驴？要借你借，有的借呀，借啥东西？这嫂嫂都借你，三嫂，我借你头上的元宝钻。啊，借我的钻呐、啊？中，还借啥？我还借你的那个银镯子，借你的胭脂，借你的粉，我还借你的二坠子，我借你上身大红袄，我借你下身绿裤子，这些东西它还不算呐，我还借你心爱的、爱心的、脆脆的、硬硬的、珍珠玛瑙琥珀的、上边的花草啊。上边的花草是活的，你头上戴的那个花笛子，你把笛子借给俺，我上俺娘家走亲戚。三嫂说什么东西俺都借，俺就是不借那花笛子。借给你，你上恁娘家走亲戚，穷人家骑不起马，坐不起轿，骑了头那屋里挖的老焦驴，老焦驴，我老是撒个欢弹个气，一准把你摔下驴，摔坏了胳膊，摔坏了腿，摔坏了俺的花弟弟，摔坏了叫你抱，抱不起，不叫你抱扫手去，叫声弟妹你回去吧，俺就是不借那花弟弟，我是不借不借不借哩。借给俺，我上俺娘家走亲戚，穷人家骑不起马，坐不起轿，我骑了头那屋里挖的老焦驴，老焦驴呀，
可老实了，不撒谎，不贪气，我不会把俺甩下你。叫上三少爷拿来吧，我要见弟弟走亲戚，我的要见你，我的不见你，我的要见要见要见你，我的不见不见不见你，俺就是不见那花弟弟。恁娘家姊妹多，她大姨，她二姨，她三，她四，她五姨，她六姨，她七姨，她八，她九，她十姨，她胖姨，她瘦姨，她黑姨是她白姨，后边跟着的罗锅姨，这个磨那个动，磨坏了俺的花弟弟，磨坏了叫你赔。赔不起，不叫你赔扫手去。奉劝弟妹你回去吧，俺就是不见那花爹爹。个个都是那有钱的，不稀罕你的花弟弟，叫声三嫂你拿来吧，我要见弟弟走亲戚，我的要见你，我的不见你，我的要见要见要见你，我的不见不见不见你，俺就是不见那花弟弟，俺把弟弟借给你。家走亲戚，恁娘家有粮食，半夜三更闹耗子，那黑耗子、白耗子、蓝绿耗子、紫耗子，出来来来绿呀，出来来来绿呀，咬坏了俺的花弟弟，咬坏了叫你包包不起，不叫你包扫手去，叫声弟妹你回去吧，俺就是不见那花弟弟。我的要见你，我的不见不见不见你，我的要见要见要见你，我的要见弟弟走亲戚，你把弟弟借给俺，我上俺娘家走亲戚，俺娘家有粮食，养了一只那小咪咪，那老鼠吃的精准哩，叫声三嫂爷拿来吧，我要见弟弟走亲戚，我的要见哩，我的不见哩，我的要见要见要见哩，我的不见不见不见哩，俺就是不见那花弟弟，俺把弟弟借给你。上恁娘家走亲戚，恁娘家疼闺女敬女婿，保险把恁领到那里，半夜三更不熄灯，灯花炸那火花飞，倘若上房着了火，我就跑到那西屋里，西屋要是着了火，我就跑到那猪圈里，猪圈里要是着了火，看你哥死你的跑在那里，我好话说了千千万，你就是不见那花弟弟，不见吧啊不见吧，那个死女儿不饿你，我到人家去上吊，半夜里呀、啊，喵啊喵啊，半夜出来我吓死你了。闹着玩儿的，叫上弟妹也把我等呀，三嫂我给你拿弟弟，明下一阵来俺家去，伸手拿过来花弟弟，我把弟弟交给你，出个差错我不依，俺没把弟弟拿在手，叫上三嫂我谢谢你呀。转身来在东院里，我的二愣啊，弟弟衣服还都接到，赶快给我
去背驴，我骑驴你担驴，咱两口上上两两走西西吧，哎呀那个嗨嗨，哎那个呀嗨咿呀嗨。感谢马介书会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节目。我看见阿才老师来了，下边是不是阿才给咱们？下面请阿才老师表演黄梅戏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啊，好的。好，下边阿才老师请开始。啊，这个女生我是先录了一下，因为我女生变男生变得不好，容易不好办，那个位置不一样。但是我一个人唱的，男生女生都我一个人唱啊，就是七仙女和董允都是我一个人唱的。落水青山带笑颜，回首自家花一朵，我与娘子白发间，从此不再少了奴与仆，我结双双家还，一根铁杆我的父，我挑水来你浇园，还有最后等你红梅，我心恩来苦也。谢谢，咱们今天没准备，我就搞这一段简单的吧。好，谢谢阿才老师。啊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阿才老师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继续播放马介书会的节目，快板书《天安门广场看升旗》，由刘亚东老师表演。啊，现在开始。天安门广场多么壮丽，长安大街贯东西，清风徐来催人爽，东方微微的露晨曦。看积水桥前人如潮，在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四面八方聚在一起，他们专程到此看升国旗。不多时，午门内传来的脚步响，众人翘首，目光纷纷地向北移，但只见党旗员秦旗头前走，护旗的武警站着真神气，精神抖擞的仪仗队堂堂仪表队列旗，他们摆手旗抬脚旗动作旗
步伐齐，姜宽个头一边齐，连神态表情都那么齐。他们正步跨过了金水桥，万众瞩目，肃然立，护旗队来到了旗杆下面，都变了队形。他们分战南北以东西，面对着旗杆持枪立，四周围人群稠密，可无声息。不多时，就听见指挥员他的一声喊：“接力火！”这声音呐、透着洪亮，那么清晰。乐队指挥和升旗手他们动作协调，那么统一。侧耳听，国歌庄严，多么雄壮！举目望，国旗徐徐的在升起。就在那国旗升起的一刹那，有多少人心潮澎湃，泪水滴，思绪飞腾，生双翅。可这时光回溯忆往昔，曾记得21年的7月1，共产党高举起马列主义的这面旗，小小的南湖一条船，孕育的春雷惊天地。这90多年的风和雨，90多年的血与火，这面旗精磨力竭不褪色。可是这面旗把那污泥浊水来荡涤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毛主席，哪来的今天的这面旗？目送着国旗往上升，我又回想到27年的8月1，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、叶挺、陈毅、刘伯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，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。南昌城头飘红旗，飘红旗，举红旗，横扫千军如卷席。红军北上抗敌寇，可是长征25000里，翻雪山，过草地，红旗在前鼓士气。从陕北呀到北京，长征试驾播整机。再看眼前的这面旗，它是来之多么的不容易。五颗金星谁来绣？是谁用鲜血染红了这面旗？歌乐山乌云密，山城险恶雾迷离。杀人的魔窟渣子洞，革命先辈身入狱。铁窗之内迎曙光，江姐和难友们就曾在这儿绣红旗。线而长，针而密，他们含着眼泪绣红旗，这热泪随着针线走，绣出了一片新天地。新天地，新奇迹。1949年的10月1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，咱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升起了这面旗，这面旗是人民的旗，革命的旗，民族团结胜利的旗。国旗升到旗杆顶，气象庄严显威仪。红旗飘，月升西，蓝天白云衬红旗，蓝天高，白云低，这国旗就在云中立。这白云绕旗，旗更美，可它旗映蓝天似云霓。看东方，一轮红日喷薄出，广场上霞光万照披彩衣，霞光照给它披彩衣，伟大的祖国多么壮丽，五星红旗迎风飘，我们永远高举这面旗。感谢马介书会刘亚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声情并茂的快板书《天安门上看升旗》。好。